我就是无所在通好去，我唔知你伫咧遮咧飘雨啦。真是啊！啊，这查某嘛真可怜嘞。啊，遐这风雨这么大，啊天气搁这么冷，看这二尊嘛，还真可怜。对呀。咋啦？五点四。我跟你讲，这叫阮家啦，要唔过阮家吼，较无精气神啦吼。啊，你若是无聊，我甲阮细伢讲，阮细伢拜托你啊，避雨，你做避雨啦，好不好？袂啦袂啦，只要有一个通好飘风雨的所在，那他应该不会变。都袂要紧啦。哎呦，你先等下，我讲细伢讲。对啊，好，遐大块风雨足大，我一个妇人啊，足可怜的，伫遐避雨。严哥厝内底，你也知影，遐伊若是讲啊，遐无去，你就请伊进去。哎呀，